战吗？战吗？哎哎哎！好累，就是做我比赛该做的事情。我不要想太多，没有说一定要什么奖，健康最重要吧？对，身体健康比较稳定，因为常常到我们身上，就不能爆肝。没有，我就设定，其实我对任何投手都一样啊。我们设定好球带，就设定我要的位置。然后如果投手投到要位置，我就知道。你刚好有投进来我的位置，那个我设定的位置，我就这么接。我没有说特地想要打，我怎么的，就反正就照着自己的计划进行这样。